Hello，新年快乐！新一年第一个星期五，就照吹时间又嚟啦！哎呀，咁啊，新一年啦，咁其实好嘅都啱啱叫完咗啦，咁啊，红白又完咗啦，咁啊，都系嗰句啦，要 high 嘅 high 晒啦啲歌，好啦，跟住之后讲香港嘅2018音乐又完咗一堆啦，咁样，咁其实基本上我呢两日我都系听歌听歌听。呢三日我都係聽歌聽歌聽歌同埋聽歌，咁樣聽到啲歌咧，我基本上我自己連聽咗啲乜都未知嘅，望住個歌 list 咁碌咯。OK， 好啦，咁啊新一年咁啊有一啲新嘅一直都未聽過啦。咁啊日本嗰邊，你一打開 Timon 嘅嘢咧，我冇真係啲動畫啊、遊戲啊、排行榜啊、銷量榜啊。全部都浮化出嚟，好啦，咁啊，啱啱十月尾啦，完唔係喎，啱啱一月一號完咗，魏公家嘅地獄廚房啦，終於完咗啦，十三話。唔地獄，侍郎煮飯好食嘅。侍郎煮飯好食嘅。侍郎煮飯係好食嘅，咁啊，廚房完咗啦，同大家過完年啦，特登嘅擺明係咪咧？我唔知啦。OK， 咁啊，不斷繼續走啦 ，face 啊，劇場版繼續出啦。咁啊，我唔想講嘅 FGO 啦，咁啊繼續去玩啦，咁啊呢幾日啦，佢彈咗條新片出嚟玩嘢，如何教你？唔係如何話俾佢知佢間公司有幾黑暗，有幾惡毒？咁啊，成件事我睇到癲咗，笑到我肚都攣埋。咁啊，有興趣嘅大家可以去翻 FGO 官網嗰邊有得睇嘅。咁啊，官網嗰邊我冇記錯應該係冇字幕嘅，咁有字幕嗰啲可以出街揾一揾咁樣嘅。OK， 好啦，咁啊打頭陣先啦，新聞嚟一轉，繼續呢個 Fate， 繼續呃你錢啊！好啦，咁啊，自從玩完把劍啊，玩埋套 cos 服啊，跟住之後依家玩埋筆喎，有啊，幾好啊！佢就話俾你知，我呢支係真墨水筆，點睇啊，台長？攞嚟草嘅啫喎，真係。唔係用得嘅。我知用得，但係九成啲人都攞嚟草嘅啫。我就應該都，就算買我都唔會用。嗰啱墨水咧。嗰啱墨水真係攞嚟擺嘅。真係攞嚟擺嘅啫，你唔會攞嚟用。支筆你會唔會攞嚟用啊？咁你既然草得啱墨水，你冇理由會走去用支筆㗎、啊。你清潔都麻煩啦、啊，仲有我跌一跌支筆，心痛㗎喎、啊。OK， 好啦，咁何止啦，我知支筆啦，仲有個包裝添啦，成個包裝基本上係俾你話俾你，你支筆其實唔係用嘅，攞嚟儲嘅，唔係攞嚟送禮，送禮，攞嚟送禮，傻啦，黐線啦，咁鬼貴，唔貴啊，好啦 ，look 一 look 翻上去個價錢，真係唔貴，真係唔貴，千零蚊啫，港紙，因為嗱，佢揾得。官方都呢度出，即系卷落去头先见到噶啦，系唔系乜嘢杂牌厂？系 Sela 大佬，即系日本最老牌嘅一个墨水笔厂，吓，即系品质就冇死错噶啦。但系老问题嚟嘅，系万年笔嘅老问题，呢啲尤其呢啲有晒印花、印晒花成嘅老问题系咩咧？個花會甩，佢之後印金啊，係所謂印金即係咩咧？筆嗱，佢筆蓋中間個 logo 啦，個筆蓋嗰個 mark 係啦，嗰個 mark 咧通常都係印上去嘅，嚇，咁即係咩意思咧？你真係用嘅話咧，三年五載就散嘅啦，係冇話三年五載睇你使用期幾密嘅啫。咁你真講真，真係用墨水筆嘅人，你會用得幾疏啊？梗係日日寫噶啦。咁梗係啦，所以其實基本上冇三三五七年就散噶啦。好快散，所以基本上呢套嘢真係燥嘅啫。好啦，17,280 yen，唔貴唔貴。如果係老牌嘅，真係唔貴。Sela 似樣嘅，其實都你起碼都10,000+噶啦。嚇！所以你仲要喂落埋加埋牌子喎。落埋呢個嚇，落埋飛喎，落埋飛喎，俾佢啊！可唔可以出支紅色俾我啊？唔該，自己油啊！即係又要我自己印 logo？ 唔係喎，佢講嗱
Saber 鋼芯是黑色啦，唔係係金色啦。咁、嗯、啊，我講得紅色嘅，大家估到噶啦。我擺明係忠於呢個慳賊哥噶啦。咁佢個筆頭應該係白銀色原裝嗰只嚟咯。如果咁樣照用翻落翻 logo 燙金嘅話，啊佢如果應該係落翻燙銀。如果佢夠姜出紅色啊，紅燙銀就未必好睇。紅印銀未必好睇，紅印金會靚啲。紅印金啊，但係紅印銀好 cheap 嘅個 feel。但係阿渣哥係咁 cheap 噶嘛？嗱，金閃閃另外一回事啊，金閃閃只色擺明倒翻轉，金底藍印。金閃閃。金閃閃會金主色配藍。金底黑啦。金黑。金黑啦。竟然走金黑路線。金黑啊。個人感覺唔係好似啊，金黑嘅話。OK， 咁啊，佢真係呃你過年嘅啫，冇呢樣就梗噶啦。好啦，咁啊，其實開始咗噶啦，喺十月尾，咁啊，因為都上個禮拜太多嘢講啦，所以都講唔大太多嘢。好啦，咁啊，開始咗，其實都叫做開始咗一個禮拜鬆啲嘅啫。咁啊，仲有得時間俾你訂嘅，嗱唔係買訂嘅。咁去到呢個二月三號啦，咁啊，香港就好似啱啱過完年，係啦。咁你應該有零用錢嘅到時，如冇呢個利是錢，啊有利是錢嘅，儲埋千零蚊應該都夠埋你，夠你買一支包翻嚟噶啦。OK， 好啦，咁啊睇下大家會唔會買支筆啦。我呢支其實我西白麻麻嘅 ，OK， 佢夠姜出紅色我就買，啊唔好俾我講中啊，好窮啊。OK， 下支就出。哦，哎，唔好住，唔好住，下一支，慢慢先啊。OK， 下一單，唔該台長。好啦，一套，算啦，立住士巴拿嘅預世界花咁樣啦嚇。咁啊，劇場版化啦。咁啊，佢反而主要今日我唔係講劇場版嘅問題，係主要講佢個PV 嘅 OP 問題。好啦，搞邊科呢？佢金鋪主唱呢，你唔係揾唔到話邊個聲優或者邊個歌手唱，好嘅，揾 Isa 唱。喂 ，Isa 唱會走咗初音路線咁樣咧？咁啊，其實嗱，兩樣嘢嘅，我覺得兩樣嘢嘅，始終Isa 係一個叫做近呢幾年。有你可以聽得出，可能係叫做有感情嘅 AI 咁樣啦，算唔算咧？應該算啊，起碼啲聲線有高音有低音嘅，唔似初音咁樣獨字嘅。啊，當年我哋都講過啦，初音你係每隻字會揾個人讀每隻字出嚟，然後之後會自己湊出嚟噶嘛，所有歌啊，甚至係所有句子都係咁樣湊出嚟噶嘛。咁依家 Isa 唱嘅話，咁會唔會真係去到一個人嘅聲線咁樣唱呢？係啦，咁 PV 佢未去到 full opening， 係啦，咁啊亦都係只係一段歌咁樣嘅啫，所以去到 full opening， 我覺得先至可以聽得出成件事啊。OK， 咁啊播唔播 opening 咧，台長？播咧，自己揾啦。好啦，唔播啊，自己揾啦。OK。唔係二來，你話嗱 ，Isa 成日 Isa 啦，其實邊個咧 ？Kizuna I 係，即係而家最紅嗰個 Vtuber 之一。系，咁佢咧，嗱，官方冇公布任何嘢啦，估啦，估其實佢未必真係全 AI 嘅，半人半 AI， 應該係有聲優打底嘅，有聲優打底，有聲優打底嘅，啊，咁嗰陣時都係冇講過佢係點配音成，因為嗱配音其實好，你話真係全程配又得。因為Kizuna 而家嘅狀況係你睇到佢真係有生放送啊嘛，係啊，即係 live 噶嘛，嗰下先抵死。咁個 live 你聽得出，其實都唔係合，都係你又唔似 Miku 嗰種合成聲，完全合成聲。Miku 都好啲，其實 Miku 算好多噶啦，比喺上個年代嗰啲。Miku 個問題係Miku 點解叫做是一個革命，即係嗰陣時，就係你個 P 可以 tune 啊嘛，係，
由你個 P 去 tune 佢把聲點出啊嘛。咁去到近呢代啦，即係 vocal 在近呢代已經去到係你近乎分唔到係真人唱定係 key 噶啦。係啊係啊係啊！最近嗰個係邊個啦？阿 Onision 啦，整上嗰支打底嘅啦，嗰、那個嗰條 PV 已經即係嗰條官方做 demo 嘅 PV 已經話俾你聽，你聽唔出係。是 vocal 在及出嚟，你覺得是 Olivia 上啦，已經係啊，砌到嚇。咁去到而家 VTuber， 咁 VTuber 其實都係分兩大宗嘅，因為如果聲嚟計，一都係 AI 砌，或者個背後技術就唔講啦，因為太複雜啦，要講就講三日嘅，幾集都講唔曬，講三日就可以。咁啊，另一個就真係配音，嗯，純粹揾條友喺後邊講嘅啫，係啊。揾個真人在後面叭叭叭嘅啫，係啦。咁譬如某田中大叔啦嚇，田中大叔知咩事啦？一聽認到佢噶啦，你又冇理由衰佢係 VI 噶 AI 噶啦。嚇，咁你佢擺明係真人配噶啦，擺明真人嚟噶啦，唔使想唔使講噶啦。係啦，咁但係其實咧 ，I 呢啲究竟係唔係真人配咧，都官方冇提。嗯，大家估估下，但系感觉好好多。但系佢其实你话佢配音个合理性系高过用 A I 嘅，系，所以你话佢去埋唱歌咧，其实又合理嘅。哈哈，咁啊呢首即系唔计佢以前嗰啲玩啊唱人哋嗰啲嘢翻唱啊，摁几句咁样啦，纯粹搞鬼哼下嗰啲。呢首应该系佢嘅第一首作品嘅算系。就首曲真係唱歌咯，係啦，真係第一首作品咁樣啦。咁啊，睇佢嗱 PV 你可以揾聽一段嘅，嗯，你覺得佢 O 唔 OK 咧，就見仁見智啦。咁啊，我都係等佢全首歌嘅 full version 出嚟啦。咁啊，始終你聽得到 full version 嘅話，你先至會舐得到裡面所有堅定流啊，係啦，所有詞所有字去讀出嚟啊，甚至係點樣串連埋。再跟 key， 你先聽得到發生咩事嘅。啊，對唔住啊，有啲音樂底嘅先至可以聽，先至可以叫做細味到嗰樣嘢。咁啊，我唔係話大家冇，可能有啲人話，都係一樣嘅啫。咁唔好怪我呢樣嘢，呢樣自己聽唔出，唔好怪我。OK， 好啦，咁啊呢套電影啦，咁就四月上啦。咁到時候睇下。再分享下呢套動畫究竟乜春秋啦 ，OK， 好啦，咁啊下一單唔該台長，好啦，咁啊深淵咧，咦今日喎上咗啦，終於劇場版終於上咗啦，咁啊恭喜佢先啦，咁始終佢喺2017年度啦，就叫做呢套動畫都爆熱啊，嗯，亦都癲咗啊，咁其實大家都等緊期待緊成件嘢。佢係點樣行，繼續 run 落去咁樣嘅。好啦，咁啊，今日出現咗啦，成件事咁其實亦都有好多 feedback 翻嚟啦。周圍成個網你要一 search， 哇，乜春都有，係乜 feedback 都齊啊，成啊 ，click click 咁樣嘅。好啦，咁啊，到最尾啦，大頭龜嗰位又會出翻嚟啦，咁啊，少少劇透啦。OK， 咁啊，再其實佢未完嘅，佢會再連續接落去嘅。咁應該就會出第二季動畫啦，如無意外，真係呢套嘢會連接落去啦，會接住去噶啦。咁啊，應該再落多幾層噶啦。我唔知佢會喺邊個位接啦。講真，可能呢一套當咗分支線咁樣啦，然後再喺第一季動畫嗰度再接翻落嚟又好定點好啦，或者可能喺呢度再接翻落去啦。咁啊，系啦，咁啊，始終今日上我都未睇，我都係睇人哋啲 feedback 去衡量個故事進度嘅啫。咁啊，你話我講嘢準唔準就另外一件事啦。只不過話俾大家知呢套嘢上咗啫。咁如果新咗日本嘅，係咯，聽日都可以繼續買到飛睇嘅。聽講都場次都唔少呢套嘢，所以如無意外，大家都應該買到飛喺日本嘅話。OK， 好啦。咁呢下一件咧就比較大單啲嘅。好啦 ，C 三又嚟啦！咦，點解咁鬼早講 C 三嘅？一開波一月。
好啦，咁啊十周年啦，佢自己官网都写埋啦。唉，期待日本动漫年度盛事嘅势迈向十周年。唔觉唔觉 C 三咪真系十周年？系啦，我想话十年前嘅 C 三对比翻依家，你觉得佢有几多进步啦？嗱，以你专业嘅评估嚟睇啊，佢都系一样咁鬼垃圾啊？定系好多啦咁样咧？怎么说呢，以搞 event 来说它是进步的，但以 event 本身来说 它是退步的。以 event 本身来说它是退步，是这人真的，这人真的。为什么这么说呢？Even 和原版都是的，即是日本，是日本都是有这个问题的。我不记得上届还是前届我提过了，是 CV 前身我摆过度的吧，是 Character Show CV 前身 Character Show 嘅年代，我把我當噶嘛，係嚇咁嗰陣時，其實睇到個趨勢係 C 三個做法係有得做嘅，嗯，因為少啊，嗰陣時嚟計，大概2004、2005年左緊都仲係少呢類數，係啊，你要純粹完全係動漫、遊戲三樣夾埋搞一個展，喺日本嚟講都係少嘅，其實係。主要都是 CV 本身 ，CV 前身即係 Character Show 或者各大嗰時 Jump Fest 都未有添啊，好早 Jump Fest 之後先嚟噶嘛，好似差唔多2010年左右先出現。係啦 ，Jump Fest 就近好多嘅，相相嚟計。咁去到香港搞 C 三，改名叫 C 三，跟住香港嚟搞。香港搞咗幾屆，其實都見嘅個。pattern 定咗型噶啦，嗱，所以講咁都係嗰啲嘢噶啦，係啦，你唔會話見到新穎好誇張，突然間話你本來你諗一個動漫遊戲展會冇嘅嘢，會應該有嘅嘢，佢應該有，會未必有嘅佢都有。咁其實佢個定型方法係比較似翻香港嘅 event 格局。一來，二來其實早唔好話早期啦，你其實近。去到我記得是大概三四屆到啦，日本 CV 都轉型嘅，係啊，嗰屆你如果有留意日本 CV 個攤啦，日本 CV 喺香港個攤啊，佢都有去講嚟緊嗰屆轉型嘅，咁嗰陣時 CV 做咩咧？日本 CV 就改咗名叫 CV Plus Hobby Fair， 嗯，主力。個點啊？個重心加大咗喺 figure 喺啲周邊嘢度。啊，要加係啦，要加插一啲商品啦。即係做多啲 figure，做多啲模型。嗯。嘅位。冇，佢冇得唔做喎。因為要捲翻帶嘅呢樣真係捲翻帶嘅。CV 早期都好，香港同日本都係嘅。早期都好，個主要其實你話我埋到個 proof 有冇嘢攞走咧？其實冇乜嘅，冇早期香港 C 三都仲係一個叫做展覽，展覽真係嘅展覽，展覽嚟嘅物販其實好少嘅，係物販相對少嘅，極少係啦。咁、去到遊戲都好，頂多係試玩嘅啫，係咁。但係去到 Hobby Fair， 即係轉日本轉 Hobby Fair， 或者去到香港第四五期打四五屆打後嘅 CV， 你都好清晰地見到係。你買嘢多過睇嘢嘅，係啦，所以就 C 三叫做真係定咗型啦，好似台長話事，定咗香港嗰種格式啦。嗯，嚇，因為早期真係唔同，因為我真係去足十年噶啦，嗬，去足十年咁啊，早期第一屆香港搞，啱啱隔離嗰個冧咗，跟住過幾年，未冧，係中間加只腳埋嚟，聞到陣除，係啦。咪都咁隨啫，係啦，跟住之後嗰邊又頂唔順，跟住之後就正式冧咗啦。咁啊呢邊就起頭啦，咁呢邊起頭就起得好靚嘅 ，OK。咁啊十周年啦，咁就佢依家公布咗啊，台長碌一碌落去睇下個 event 日期先，2月尾啊，22至24。我話唔好聽，可能係咪好似撞咗 CW 咧？撞呢個要 check。嗱，因為二月尾就係 CW 嚟嘅。撞撞正，應該撞嚇，預冇應該撞嘅。
我查下先得先。係啦，咁啊嗱，其咁就好大鑊啦，因為咧C 德基本上佢自己當年都為咗避免同動漫接撞咧，佢都掉咗落去夏天尾嘅八月尾嘅，所以佢呢鋪又撞 C 德咧，其實呢個 C 德都幾大危機嘅都係啦，加上 C 德呢幾年嘅風氣咧。亦都真係幾大鑊，C 得四十七啲嘢咧，就全部喺十七號折嘅，係除咗布攤，係布攤位，咁其他嘢都嚟緊十七號折嘅，咁其實即係差唔多啦，係係啦，咁咧先日期，因為佢未，我揾唔到佢有講日期嗰 part， 佢係咪見到 CV 出現咗之後，諗住可能執執佢咧？OK， 好啦，我揾揾先，繼續講。啊？你繼續講，我揾揾先。咁啊，講真，C 得嗱，如果作為一個 cosplayer 嚟講啦，好彩，係之前有提過 C 三前十七號，咁抵死十七號，哦 ，C 三前嗱。不過其實都是一個不是很漂亮的日子的。十七號年初幾啊？不是年初幾問題啊？十七號年初年十三。哦，其實都不是年初幾的問題。是。啊，不是年初幾問題啊。首先，拉少少啦。香港人，香港 cosplayer 的習慣。如果你有一個小 event 同一個大 event 前後腳分開幾日嘅話咧，佢哋寧願選擇大 event。係。然後咧，前一個禮拜咧就喺度爆光，爆係啦，講 C 三。所以咧，其實 C 粒咧久唔久都死九成噶啦，唔好咁誇張嘅四七成啦，我俾多三成佢。係啦，所以大家好唔好彩 C 粒，咁啊是第一回事啦。OK， 咁啊其實咧 C 三咧，咁啊今年啦。如無意外都有少少節目詳情已經公布咗出嚟噶啦，咁啊演出嘉賓已經出現咗兩位啦，阿布哥啦都走唔甩噶咯。嗱 ，Day One 就廿四號同你講呢個禁書咯，係啦，禁書有 stage 咯，好啦，咁啊上，咁啊佢兩個就緊噶啦，阿布頂口緊局噶啦，走唔甩噶啦，咁啊始終禁書係一套好神奇嘅嘢嚟噶。佢故事好難得嚟之餘，但係亦都有好多人會繼續追。係，我係會繼續追嘅人嚟嘅，但我追得好慢。咁啊，不死嘅合作啦 ，idol 啦。喂，咁笨男係 CV 主力 partner 嚟噶嘛？咁係咯。嚇！咁唔出 idol 出乜嘢啫？冇啦。不死合作咯。咁你嗱講真，近幾屆大家望 CV 望 Bandai 個 proof， 佢物販賣得最多，佢物販主力賣一定係買 I 班嘅嘢，係冇其他噶啦，冇暫時都冇，係啦，睇下會唔會有第二個。今年就三個啦，係啦，啊，然後殺五啊，朝莊同山崎，咦？竟然係未來？山崎啊？未來就唔奇嘅，因為上我冇記錯上屆係另外嗰兩個嘛。啊，唔係 Michiko 冇 ，Michiko 喺 Michiko 喺動漫節嚟咗。哦，係上次 CV 係，記唔記得啦？啊，唔記得啦添。唔記得啦，算啦，真係啊，咁啊，原由實就隔咗兩屆嘅，覺得係隔咗兩屆啦。咁啊，朝朝差唔多屆屆都朝朝嚟得比較密嘅，覺得。可能佢啲 schedule 比較得閒，可能係啦，但係唔係嘅，佢個 character 都算係主力嘅。Hibiki， 唉，唔知啊，是啦。你話好多 fans 又，你話好多 P 又唔算啦。係咯，但係
我覺得論 P 數咧，貴音點都多過 Ibiki 嘅。唉，唔知唔識講，真係唔知講嘅呢樣嘢。咁啊，繼續啦。係啦。啊。咁啊，都高達四十週年，但係出呢個 Diva 嘅。點解啊？嗱，咁啊，都係嗰句啦。呢套小朋友高達咧，真係俾小朋友睇。但係佢四十週年，佢推呢一套出嚟。咁我又覺得無可厚非，咁始終完咗孤兒仔之後，就冇叫過一套正式嘅動畫劇集上。翻真係得翻 Diva 啫。係啦，咁啊，我講係成年向嗰啲啊，唔係小童向嗰類啊。誒，唔好話成唔成年，小唔小童。係。咁其實舊年年尾 Bandai 佢公布咗2019年。嗰堆嘢係唔係 Bandai Sunrise 啊？Sunrise 佢自己公布咗2019年高達會出啲乜啊嘛？嗯，咁其實嗱上緊畫嘅 NT 啦，係上緊畫嘅 NT 啦，跟住嚟緊嘅孤爺唔係孤爺仔呢個敗家仔啦，係啊敗家仔。咁其實電視係得呢個 Origin 嘅電視版，其實即係重剪嘅啫。重剪或者加新 shot 嘅啫，跟住就已經係 SD 咯。今年電視有兩套，但係其實得一，即係一套係新嘅，一套係剪咯，係啦，即係舊片再剪嘅。係啊，真係最新嘅三個。咁你喺 CV 呢啲咁騎呢位，香港 CV 個騎呢位嚟啊嘛，新翻未上，係啦，新翻未上，舊翻啱完。騎呢位嚟噶嘛？所以你就你推邊個啊？你又推 Origin 推多次，叫佢兩個老人家嚟。喂，唔好咁啊！俾我叫佢兩個老人家嚟都唔係高達啦，去柯南啦。係喂，柯南緊要啲。好啦，大師三喎，你要請得到隔離台嗰啲人，係嗰、那個嗰嗰柯南嗰個名啊？係咯，比較麻煩。係咯。係啦，加上柯南佢自己亦都麻煩緊，佢宣傳啊，成日 click 一堆嘢啦，緊局噶啦，所以你請應該請唔到兩。冇啊，數人頭，如果高達數人頭，你請唔到邊個嚟？今次係啊，真係呢人 click 嘅，嚇呢人 click 嘅，一係就夠得滯，一係就請唔到。你冇理由再請孤兒仔噶啦，嚇 NT 嘅都唔會啦 ，NT 嗰班你又熟，唔係熟唔熟問題啊。太細啦！二來你就算香港上，你個號召力都細。係啊，太細啦 ！NT 你反而仲話 Diver 話曬香港會播，會播，咁有人睇先啦。起碼有人睇先，同埋 Band 會出玩具先啦。起碼玩先啦。啊，香港有出先啦，肯賣廣告先啦。OK， 好啦，咁啊，暫時就係咁多啫。所以之後枕住我諗都二月中到啦，我就會再公布曬所有嘢噶啦。OK， 好啦，咁啊，今日嘅大 topic 咧，就係圍繞翻呢一堆大型 event 咁樣啦。咁啊，話重温又重温，話唔係重温嘅又可以叫做加插啲資料入去啦。始終我有一次我係講過香港所有 event 嘅，但係再細分港裏面佢嗰啲 event 去成件事咧，就冇詳細咁樣講過啦。咁今次再詳細啲，同大家介紹翻香港。算唔算三大 event 啊？都算嘅，係咯，三大 event 啦就OK。所謂官方搞嘅動漫 event 啦，官方係咯，算係官方。所謂官方啦。所謂官方啦，OK。好啦，好咁，如果大家有印象或者經歷都多嘅咧，如無意外，呢三個 logo 唔係三個 logo。左邊和下面的 logo 比較熟悉，右邊的 logo 呢就可能這幾年入嚟呢個界別的人未必認識，未必有印象添，係啦，前朝嘅嚟㗎，俾人玩死了那個。OK， 好啦，咁我哋首先由呢個歷史悠久嘅動漫節開始先啦，唔該頭獎。好啦，咁想當年咧嗱。嗱，唔好問我點解攞張近年殘嘅嘢出嚟，冇辦法，點揾啊？03年，你可以有幾靚啊張相？唔好再揾09年、08年嗰啲啦，
死的。不是啊，我數回最元祖的。好啊，好細，好細啊，翻不到啊，真的翻不到啊。最元祖上次介紹，而家我冇提過。最元祖其實唔係香港道，香港某一節，係書展。書展另外一件事。書展啊，因為有問題，所以拆貨啊嘛。嗱，書展其實可以講個歷史嘅，點解有動漫？點解有動畫節呢嚿嘢？係。咁我唔嗰陣時叫咩？漫畫節先嘅，漫畫節先嘅，香港漫畫節，咁呢度有噶啦。咁香港漫畫節點嚟咧？其實你當係書展分出嚟啦。嚇！咁係咩事咧？其實早期你二千年前咧，二千年左緊為止咧，書展咧係有港漫公司去擺檔嘅。係啦，即係天下啦、玉記啦、東立嗰啲唔知。東立未。味道東南唔係，東南唔係，港漫，我知港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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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記啦，文泉啦，天下啦，海洋好似都有，總之幾間嗰時大嗰個堆啦。海洋唔喺度喎，海洋喺度，好少見蹤影，肥良喎，好少見蹤影喎，肥，總之死未死未死先啦，佢未死，佢啲嘢少咯 ，OK， 少啫，潛水啫，咁去到我諗如果連。即係三十零歲個巴黎應該有印象嘅，其實九幾年嗰排好興買呢個港漫送架撐噶嘛，係咩架撐啊？隨便諗啦，咩都有嘅。其實嗰陣時用到黐線嘅，真係乜都有。咁嗰個風潮去到一個境地就係咩咧？你送架撐唔緊要，我啲架撐出 figure， 嗯，啲刀劍劍出 figure， 你喺書展買。系書展率先發售，即係率先啫，唔係限好嗰時未限量都有，但係相對少。係主要都係你喺書展先買可以。係啊，優先搶購啦，即係依家話嘅早買早享受啦。或者其實似而家動漫節，即係排三日隊嗰班嗰啲 case 嘅，即係最限定嘢。咁啊追到一個境地就係發覺唔對路，大會發覺唔對路，書展。因為書展邊個搞嘅主力其實就係貿發會，係啊，香港貿發，香港貿發發覺唔對路，喂你班友排三日三夜嚟買啲咁嘅嘢，係啊，做乜交？敗壞風氣。唔係，敗風氣唔係港漫，敗風氣其實係嗰陣時更加興嘅寫真集，之後嘅蛇㗎啦，掹車兵寫真集，唔係之未，其實都現㗎啦，九幾年喎，都現㗎啦。嗰陣時開始興係請啲香港 graphic 去簽名㗎啦，已經，但係未去到 Lemo 嗰個境地啫嘛。我未去到嗱姐。係啊，未去到嗱姐嗰陣時啫嘛。嚇！嗱姐係顛覆嚟嘅。係啊。嗱姐係呢個潮嘅顛覆嚟嘅。咁佢即係發覺唔對路之餘咧，聽聞啦，我冇特登做實度，就係玉皇朝、文泉同埋書商。係。咁你知噶，漫畫節主辦其實係書商嚟噶嘛？係啊，係啊。佢哋想搞個自己嘅展，嗯，想跳出嚟。咁既然係咁咯，即係你唔想我留喺度，我又想自己玩，咪出去咯。係啊，自己玩。咁於是就搞，但喺嗰即係刀刀劍劍最行嗰屆書展之後咧，突然間就整咗個咁嘅出嚟。係啦，香港畫節係 logo 冇變，係個年份變咗啫，一九九九年係啦，咁就其實叫做九八年開始嘅，叫做啦嚇，咁啊正式叫做納入曬 A B C 啲所有嘢比較大規模就係零一九九年開始啦。九九年第一屆畫節就真係打正旗號，其實主要嗰扎參展商都係香港嘅畫商。係啦，咁呢鋪就真係全未去到全部嘅，大部分漫畫大部分啦，係九成至少嗱，港漫係齊嘅，港漫嗰班齊曬嘅，佢哋搞嘅梗係齊啦。都唔係㗎，都唔係㗎，因為嗰時成日熟港漫嘅班底嗰知啊，嗰時成日即係所謂明爭暗鬥後邊，佢哋話唔啱眼成成乜乜柒柒㗎嘛。講啫，港漫基本上都齊嘅嗰陣時，跟住。另一班是什麼呢？就是一堆翻譯版，是的，翻譯書，
獨立啊，貼得啦，正文啦、啊，正文啦、啊，啊，嗰堆啦，總之就係嗰堆。咁其實就似係你當一個淨係漫畫商搞嘅書展咯。嗯。嚇、啊。咁就嗰陣時就叫做漫畫節啦。係。係啊，咁亦都係叫做第一屆嘅 cosplay 比賽啦，正式官方。因為香港官方搞啦嚇。因為點解？點解搞？第一炮嚟就 cosplay 咧，呢人真嘅，班老闆們、搞手們諗，唔好話諗啊，佢係搞某一節嗰時，佢哋參考咗師德嘅，嗯，真係參考咗師德嘅，呢人真嘅，就係、是、知道搞漫畫，純粹用漫畫做排頭嘅一個展覽應該做啲乜，係啊，除咗擺攤。咁當然師德係擺攤啦，同人節啊嘛，行緊噶咯，節啊嘛，你同人節攤檔場嚟噶嘛，師德。係啦，咁但係你係官，你係商業檔嚟噶嘛，你呢邊全部商業鋪嚟噶嘛，梗係唔係擺檔啦，梗係擺鋪啦。咁我嗰 profit 大咗個梗噶啦，咁但係你要揾乜嘢去立班細路嚟睇咧？咁佢 cosplay 咯。你喺度，你喺漫畫以外，你諗唔到立咩嘢喎？除咗 cosplay。嚇！真係諗唔到。所以很自然就有 就會搞 cosplay 嘅，係啦，搞咗個 cosplay 比賽咁樣啦，第一次，真係第一次，99年開播，係啦，咁其實嗰陣時都仲未有認知咩叫 cosplay 呢個形詞，即係仲叫做呢、這個扮嘢大賽，扮嘢大賽係啊，角色扮嘢大賽，佢直接係叫扮嘢大賽嘅，第一次係，因為冇嗱聽呢個冇限制嘅。冇，即系乜都冇，零限制。你都唔知道有啲咩可以限制到，因為一來唔知，唔好話唔知嘅，而係佢唔想框太死嚇，佢要試。同埋你冇得框，唔係話框唔框太死問題，你嗰陣時根本自己冇得框。首先嗰個年代所有嘢邊有依家咁好啊？好唔好再講啦？好唔好再講？因為 cosplay 即係唔好講技術價差，技術上或者材料嘅。品質上越嚟越好一回事。香港 cosplay 界你要數歷史咧，其實八十年代都有嘅。萬去過一八幾八二三年已經建議啦。真係有 cosplay 啊簡立長嗰輩已經好耐已經係噶啦。嗰啲再講，嗰啲再講，嗰啲再説佢老人家唔想提話唔想提。誒佢出佢而家出活動著軍服嘅都唔係著 cosplay 嘅條友，是但啦。Okay. 但係。點解話第一屆冇所謂冇限制咧？啊，因為唔想一開波就一扎專業 coser 嚟踩場，呢樣係真嘅。其實基本上所有嘅專業 coser 都係嗰扎。其實你睇第唔係啊？你睇第一屆萬節嘅 cosplay 咧啊，嗱係啦，所以全真真㗎，帶自己戴自己戴嘅，戴副眼鏡，著件黃色衫、藍色短褲就係㗎啦。你最多咪剪埋個冬菇頭，係噶，係咁噶啦。其實係呢個程度就得噶啦。嚇！第一屆，大家要嘅嘢係你真係扮唔扮到個角色出嚟。其實頭嗰幾年都仲係嘅，去到其實去到2005年都仲係嘅，係啊，呢個真嘅，起碼都持續咗6年。因為佢都未摸到實際所謂大家認知嘅 cosplay。唔係大會認知嘅 cosplay 同大家認知嘅 cosplay 有幾大距離啊嘛？其實之後你會發覺真係好大距離。要試噶嘛？係啦 ，Hello， 咁啊，真呢、這個呢、這個距離大到就係後屘2005年，大家發覺啲咩事咧 ？Lolita 興起 ，Pun Walk 興起 ，X The Pan 班粉浮起 ，Whistle 嗰扎。係啊 ，Whistle 嗰集浮起曬，我哋香港嘅噴熱潮，全部紅滿身浮出嚟，然後之後混水摸魚入曬去，咁就開始有人吵啦。咁啊，嗰陣時嗰堆所謂嘅大手 cosplayer 啦，就吵啦，喂啊，我哋咁辛苦爆到佢成 Kelly，屌你，佢去嗰邊買套衫翻嚟。就話自己 cosplay， 你 cos 咩啊？我妻啊，嗰期興噶嘛，2009年，係係啊，我妻啊嘛，係咁佢咁啦，退嗰一集，總之奇裝異服就係 cosplay， 所以我哋 cosplayer 其實都反咁，就算我哋踩曬呢啲羅列界啊、烹界啊，
其實基本上都係嗰堆人，大部分啊，你都唔會鋸啊呢件事。冇話鋸唔鋸嘅，而係個界線模糊啊。嗯，真係玩 cosplay 嗰班有心嗰班想搞翻清件事。係啦，所以就因為其實 even 到今時今日都係㗎。咁你喂05年嗰陣時到而家13-14年啦，其實都係個大眾都係唔分㗎。彩你噶，真系分唔到，唔识分。诶、欸，唔系唔识分，佢好清嗱。你着到只高大咁咧，佢一定分到。但系你着普通衫又分唔到喎、啊。但系你着唔好话着唔着普通衫，你真系着件洛丽塔，你真系着紧份哥式洛丽塔，好大镬啊！呢啲嘢，你作为一个平民百姓，香港嘅平民百姓，一个港珠，系你会觉得佢系 cos 啊，定唔系 cos 啊？我咁多十個有嗰個覺得係佢 cos， 你 cosplay 緊咩啊？好啦，咁洛麗塔就會反一隻阿天嗰啲，就一定發爛咋。係啦，係啦，嗰堆就一定嬲噶啦。如果佢真係一個洛麗塔嘅愛好者，就一定火噶啦。啊，一定火噶呢啲嚇。但係反而噴波嗰邊就懶得你，始終噴嗰邊比較雜，佢哋自己嗰邊比較雜。噴一來雜啦。噴同 whistle 相對好啲嘅，因為一來雜，二來佢清楚呢個係一個歐陸，係佢要喺乜嘢場合先至用呢個歐陸出嚟。係啦，但係都有少部分人混水摸魚，啊少部分啦，反而噴嗰邊少部分人。咪噴佢，因為成日真係你噴玩得行嗰班，其實生活嚟㗎啦，生活嚟㗎啦嗰堆。即係當好似我球長細個睇呢個英國拋屌嗰扎蜘蛛頭真係蜘蛛頭嚟㗎！黐線啦，嗰班人嗰扎翻工翻學都蜘蛛頭嘅，睬你有味㗎！講真，香港嘅噴界 V 界，佢哋接近俾人話佢哋有啲直情話佢哋係咪拜魔鬼拜撒旦㗎？係係啦，邪教嘛，真係拜邪教。講嗱唔係真拜邪教，係講佢哋拜邪教啊，講嘅啫都係，其實一種服飾嘅。裝扮嘅啫，好多都係我唔敢話全部。誒，講真，有啲真扮堅嘅撒旦教會咁著嘅。OK， 好啦，碌一碌頭啦，唔該頭長。好啦，咁啊，衍生咗幾年啊，甚至去唔係衍生十幾年之後 ，CP 終於出現啦。即係其實香港喺萬節裡面，同人子唔係第一屆，其實。萬節當中，06年啦，我舉例啦，06年啦，佢曾經有一集 proof 咧，係俾你租嚟賣同人字嘅，有同人攤嘅，係啦，唔係創意地攤啊，真係叫同人攤，係真係同人攤，真係同人攤，係啦，咁佢就分得好清同人攤，或者區嘅，同埋呢個創意地攤，係啊，正式分區啦，正式劃區啦，咁啊，當然係一個試驗模式啦，但係其實你發覺後屘咧。喂呀，我散租俾啲客都唔夠租一個 post 俾一間公司收入好，最屘連呢件事都得，係啦，創意地攤又冇咗啦，同人攤又冇埋啦 ，OK， 咁啊孤咩叫做咩？悶咗一排，悶咗好幾年，係真係悶咗好幾年，冇咗創意攤嗰幾屆，其實相對係。即係變翻好普通嘅漫畫節啦，真係好普通漫畫節咁樣咯，係啦，咁加上嗰一期我即係見出嚟喎，係咁其實基本上都連 game 商都唔會點入去，係啦，06年開始online game 唔係開始太盛行，佢連 online game 商都唔想嚟排檔之後，我諗咁縮啦嘛，開始縮啦，05年係啦，咁就。冇乜 game 商啦，咁嗰陣時佢真係唯有又係揾阿 Bandai 啦、Sony 啦，幾間大嘅撐咯。係啦，真係撐住嘅啫。好啦，咁啊，其實到今時今日都係。好啦，咁啊，去到早幾年啦，今年係第嗱2019年，今年第6屆啦。咁佢搞咗前5年啦，咁其實同人檔呢樣嘢，好多人其實都睇死嘅。點解咧？你樓上租三樓兩個 proof， 去特登招呼呢一班同人檔。喂啊，會展租一個 proof 幾貴？租好。
啊，租個殼幾貴，然後之後一個攤一個 proof 幾貴。當然啦，佢之後幾年加價就緊噶，然後之後搞到都唔係好貴，我都買唔到，回唔到本真係回唔到本。回唔回本係再拗啦，其實因為好死嘅。香港擺攤咧，擺同人咧，邊個場都係噶啦，邊個場都有呢個問題嘅，就係、是、用唔盡，用唔盡個場，用唔盡本身租翻嚟個場地。嚇，的確係。你唔似，真係唔似 comedy cat 呢樣，到唔到啊？唔係到唔到到，唔係到唔係到唔到嗰個規模。唔係規模啊！做規模其實佢可以做到嘅。唔係到唔到個規模，而係話你用唔用得盡個地方。用唔到，向來都用唔盡，一直都唔得。九展好，回展好，都係用唔盡。嚇！其實最盡真嘅係C W，你如果以 C W 開始計嘅，其實用得最盡真係麥花臣年代。麥花臣，哇！真係擺到好。麥花臣真係先天問題，佢有觀眾席，佢始終係個球場。是個觀眾席固定的，你搬不喐，所以佢只能在球場嗰度擺。但係嗰陣時唔叫做人多啊嘛，一來場本身場地小啊嘛，係啦。但係個場地因為是球場，佢一定係四正，四方係用得盡。但係你 C W 圓撲碌嗱，九展圓形，跟住圓嗱九展個問題係圓啊。佢雖然有試過擺 Star Hall 嘅一次 ，Star Hall 係長方形嘅，因為玩唔掂。係 Star Hall 嗰次我就擺，好貴、啊。我有擺嗰次貴嘅，嗰次相對之前之後嗰屆都係貴啲嘅嗰屆，但係擺 Star Hall 嗰屆其實最好行嘅嚇、啊，因為四四方方啊嘛，因為四方嚇、啊、真係最好行嘅，同埋啲攤係擺得穩嘅，梗係穩。最靚添啦！要分曬行，分曬格，全部打正擺。擺得勻嘅。係啊，真係全部打正擺，擺得好靚，好舒服嘅嗰屆。雖然排隊，我排隊嗰陣要排到出面露台嗰一堆再入翻嚟啦，排到只狗咁樣啦，都係。但係相對問題係 Star Hall 擺到嘅檔少過擺完啊嘛，擺 round 啊嘛。咁事實係㗎。所以咪落翻 round 咯，唯有。啊，咁冇辦法，你個場嘅佔用面積係滿嘅。你係佔滿成個場嘅，但係你嘅租個金額同埋你個受檔嘅，係啊個受檔嘅金額，你拉唔翻勻啊嘛。個 CP 差咗啊嘛。係啦，其實嗰年嗰兩位阿閃咧係會蝕到爆嘅。嗱，而 CP 呢邊活展，其實屆屆都係㗎啦，好屆都係。其實好靚㗎 CP 個場。靚還靚。佢用唔曬。一來點講咧？佢要間 cosplay 區。嚇！佢要間 cosplay 區 ，cosplay 區雖呢講係一個零收入嘅位嚟嘅。冇錯。二來，其實呢兩屆都見㗎啦 ，CP 零四零你都見㗎啦。擺 proof 嗰邊睇落大咗，實際細咗。係。冇辦法，佢佢條路好行咗，可以咁講。闊咗。係啦，佢條路就係好行咗。條走廊闊咗。所以大家明咩事㗎啦？條路好行咗，就即係代表啲檔少咗。唔係疏咗啊。唔係佢冇檔啊。疏咗。係佢自愿減少啊。我問過問。佢自愿減少啲檔啊，佢想做舒服啲啊。係咯，疏咗咯，所以。係啦，所以呢一。呢兩次唔知佢試驗啦，因為唔記得有冇大家有冇印象？嗰時骷髏火山仲有擺 CP 嗰時，係骷髏火山個位，如果以而家 CP 五嚟計，嗰度係冇嘢噶嘛，係吉噶嘛，係唔會擺嘢噶嘛，係 light 屏風噶嘛，係啊，其中一難就係因為啦，風林呢啲大名檔啦，排隊問題。係啦，所以令到 CP 四之後就開始做嘢，唔係話斬佢啊，而係話個嗰度哎呀要排去嗰度排啦。係啊，但係有啲檔始終唔靚情。咁 CP 唔係 CP 擺個佢要擺骷髏去嗰頭骷髏制啊嘛。係啦，咁冇話富貴啊，你逼我埋個攞豆即係挽救我啫。
你玩我唔緊要，咁咪走咯。你玩我啲客啊嘛，咁我咪翻斯德咯。係啊，翻去咯，唔係咁啲啊。但係調翻轉呢樣，其實我覺得風流有少少諗唔通嘅喎。嚇！擺得你個額頭，證明你惡啊嘛。問題唔係最靚嗰個額頭啊嘛。唔係啊。靚唔靚唔關係㗎，其實以 copycat 思維咧，你擺一個額頭咧，就一定同你講你一條，你一定係最惡嗰條龍最惡嘅。唔知咁當然啊 ，copycat 排隊嘅方式唔同，兩樣嘢。佢嘅排隊嘅結構唔同下，你去得個額頭就證明你有客。係啦，呢樣嘢喺會展嚟派唔到。嗯，呢樣會展嚟派唔到嘅，呢樣係冇計嘅，冇辦法。咁始終都係嗰句啦，場地嘅問題。咁佢其實捱到五屆啦。我上年我都問同事，喂，會唔會有第六屆？當然啦，到今時今日我都未請到本人上嚟。係。佢好似好忙咁樣，我唔知佢。唔理啦。唔理。O K。佢得閒應你先算啦。得閒應我先算啦，都係嗰句。好啦，咁啊。第六屆就未知會點啦。O K。咁其實佢每年都。叫做有進步，或者是可以叫做進步少少啦。有做嘢咯，大部分都平平無奇咁樣。唔係見大會係有做嘢嘅。有做嘅，係啦。咁啊，唔係上年 OK 就即係 CMP 照到下一屆嘅，見到係有做嘢嘅。一定有嘅，一定有嘅，係啦。所以基本上暫時嚟講，萬節嘅分支啦。就去到 CP 咁樣啦，咁啊之後會唔會再搞其他就唔知啦。咁暫時依家漫畫依家改曬名啦，電玩動漫節啦，係啊，係啦。咁其實咧中段咧再講翻中間啦，2004年佢曾經同呢個 Hong Kong Animes 合作過嘅，即係撈啦。咁啊 Animes 動漫節咁樣嘅，唔係撈，即係 Animes。啊 ，sorry， 我係睇撈嚟嘅，即係 Animes， 係 Animes。Animus 嗰時因為出香港 channel 嘛，係香港用嘅 channel， 於是要做宣傳，所以做先至同佢合作噶嘛。係啊，同佢合作同佢玩，係啦，所以就夾雜咗一齊玩啦。咁當然加埋佢個名落去啦。係，點知玩得一兩年都唔多套啊嘛。又唔係唔多套嘅，功成身退啫。自己都唔多掂啊。係咯。係啦。功成身退啫。咁其實依家有冇 Animus 睇我都唔知嘅。有。仲有啊？有未死得啊？未。O K， 竟然咁好彩好彩。嗱，因為點講咧 ？Animus 咧早幾年其實都幾頹嘅，《犬夜叉》我係連續睇咗三年嘅，都仲係第一季啊。所以幾大話你明白成件事，無限 l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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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樣 loop 嘅。O K， 咁啊動漫節，咁就基本上就係咁樣 l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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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依家為止啦。咁其實都上年都講咗啦，20年，今年就21年嚟啦。咁啊，21年。好嘅時候，咁其實佢個版本咧都係咁噶啦，都唔會點樣喐噶啦，除非佢狠心搞掂咗 CP 啦。咁啊，睇個勢，暫時都應該唔會點樣喐佢啦，除非俾我烏鴉口講咗話今年冇 CP06 嘅，唔知啊，其實我唔知噶。OK， 好啦，咁啊，萬節就係咁啦。好，第二個。這個執笠 event 簡直沒得頂了，亞洲遊戲展，台長又嘆氣了，時代的眼淚，是的，OK， 我接觸動漫節之後，就是這個亞洲遊戲展了，2002年開始的，2002年開始，那其實，2012年那真是我私心火這麼大的。啊！依面啊嘛，俾面啦。依面粉嚟噶嘛，梳啊。OK， 咁啊，基本上除咗依面係呢個機王之外咧，另外一邊啊，希哥都係機王嚟嘅。希哥啦，依面啦，川鼠啦，古巨基啦，巨基啦，阿祖兒啦，祖兒啦，仲有邊個啊 ？Sammy 十佳。哇，好多，一正常都應該中唔曬。嗱，去到唔曬 AGS 亞洲戲展。其實我覺得佢係出色過呢個漫展嘅，佢係有心去整呢個 poster 度，甚至去請一個歌手啊、明星又好啦，去
去裝扮一個類似 cosplay character 嘅服飾咁樣嘅，係抌本宣傳㗎，佢真係係抌本嘢，佢係抌本宣傳㗎，抌嘢係啦。咁嗰陣時展出內容咧，主要唔係漫畫，係遊戲啦，電子遊戲啊、電視遊戲啊、TV game 啊，甚至有街機啊、遊戲商邊周品啊，街機冇有擺過。雞冇唔係冇冇唔係話冇雞機部，應該話點講咧？某啲某公司自己擺一兩，某啲 proof 自己擺嘅 game 係雞機，用雞機擺。咁其實 AGS 主要係咩咧？好簡單，兩個字唔係四個字嘅啫 ，S O N Y。Yeah。OK， 好啦，咁啊，其實佢創辦人啦，何明新先生啦。阿韓生啦，又唔係創辦人嘅、主搞手啦，大搞手之一手啦。因為 AGS 點出現嘅咧就真嘅，係嗱頭先提過啦，漫畫節，漫畫節想引啲唔係書展嘅客嚟啊嘛，係佢揾 cosplay 揾遊戲揾遊戲嚟，咁其實 Sony 嗰陣時 Sony 啦，老咪都未嚟。咩好 short 都未到，咁誒 get 位嗰啲更加係啊。咁搞咗兩屆呢個漫畫節有打機，Sony 發覺咦有得撈喎。係啦，第一屆講真，佢陣嚟嗰陣時揾咗，主要都揾咗 PS 嘅啫。有得撈喎，於是佢 Sony 其實真嘅係 Sony 香港揾呢個製作公司幫佢搞，係啦，一個叫 AGS 嘅東西。咁攞嚟做咩嘅咧？咁咧呢個就真係有俾到三科場咁炒嘅宣傳。嗰陣時冇宣傳 PS 咯。嗰陣時踩好痕嘅，玩 game 玩到痕嘅。宣傳 PS 其實個主要重心係宣傳 PS。因為第一屆 AGS 主力 Sony， 其次已經係 Game One 啦。係啊。Game One 同埋一紮嗰陣時 online game 活絡嘅廠啦，嚇！你唔知係 online game 嘅嗰啲叫咩？嗰啲香港分部公司啦，嗰啲啦 ，OK， 嗰陣時啊，第一屆啊，佢就直情揾阿鄭秀文佢，係啦，係啊，鄭秀文扮呢個類似神奇女俠嘅 character， 好有印象。Sammy 拍咗條 MV 啦，係啦，即係嗰條 MV 堅抌本，你對比。動漫節嚟講咧，嗱嗰陣時仲叫漫畫節啊，你係覺得哇呢個 event 你要去？呢邊肯擺錢嘅。第一次 event 佢入場人數咧，佢自己大會報㗎咋，大約150,000人次，差唔多啦。差唔多啦，第一屆都算係咁啦。好啦，跟住之後第二屆直飆到100,000，250,000人次，因為開始大咗啊成件事。成件事大咗之餘咧，佢嗰陣時又啱啱揾只陳慧琳，陳慧琳嗰陣時加出嚟紅啊嘛，啊嗰期紅啊，加埋佢啲歌 ，OK， 咁啊 GT 啦，亦都有 GT 過嚟參展，因為頭幾屆係 GT 參展啊，頭幾屆佢做到一個 game show 有嘅嘢嘅，係啦，係咩咧？係咩咧？有試玩嚇，有舞台。嗯，有舞台之餘，真係會請一啲製作人嚟。係啊。咁第二屆大單嘅就係即係請咗山來啫嘛。哇！請山來一點嚟啫嘛。其一啦。咁各大遊戲廠都嚟曬喎。Bandai 啊、Nikon 啊、Sega、EA 啊、Capcom 啊、Konami 啊、Gecko 全部嚟曬喎。差唔多啦，差唔多全部嚟曬啦。2002年嗰陣時係啦，嚟到都即係其實香港有分公司嘅都嚟咗咁滯㗎啦。係啦，再加上 GT4 特登整條香港賽道出嚟，擺幾部出嚟俾你玩。因為嗰時公 GT4 未出添啊，未出係試玩嚟㗎，只 game 未出，咁試玩嚟㗎。現場試版就擺咗條老尖賽道。係。咁嗰時都未公布嘅其實係。
是舞台阿沙漏一點上舞台那陣時佢親口我真口公布話有條腿在度嘅，即係當一個即係當一個 press 做嘅。佢擺明係㗎啦，特登招呼你啊，成個 event 咁大，加上 event 底邊個啊 ，Sony 即係 PS， 擺明係招呼你㗎啦，成條賽道。所以佢帶咗成件事出嚟咧，第二日啊，禮拜六日咧。佢入場人數係多好多啊！爆場咯，全爆啊！爆場啊！真係好誇張啊！好啦，咁啊，去到第三次啦，第三次佢話嚇，佢入場人數係200,000啫，唔係200,000啫，少咗50,000。係啦，咁點解咁樣咧？因為開始少咁啲廠過嚟，少咗廠。和少了 game， 是啦，那啊嗰陣時都各位嘉賓啊，都是陳偉林，係陳偉做咗兩屆，係啊，陳偉林做咗兩屆，可能啲人覺得喂又陳偉林冇咩新意，加上其實嗰陣時陳偉林就唔知道啊，可能俾第二啲人推緊，陳偉林叫嗰期開始靜翻少少啦 ，OK， 咁就冇乜嘢公布，加上上年已經公布咗 CT。你今年亦都冇咩大作落嚟，甚至係冇乜好有號召力嘅嘢。係啦，冇啊，即係唔似 GT 啊！你 GT 你公布咗，喂啊大佬，山內嚟喎，山內 Sir 過咗嚟喎，咁嗰期梗係爆噶。咁2004年就真係乜春秋都冇叫做。2004冇。係啦，所以就相對好靜，好靜，好靜。跟住2005年，2005年就叫做多翻100,000，唔係多翻10,000黐線，我成日都讀低咗個零。2005年因為出 PSP， 係啦 ，PSP 彈起啦，出 PSP 係啊，仲有喎，從佢呢次咧用古巨基，古巨基個廣告又係好正嘅喎，我就話頂洛克人，就嗰期啦，洛克人嗰期 ，OK， 咁啊 PS3 啦 ，PSP 啦。浮出嚟啦嗰期，咁啊都好多遊戲推出啦，咁啊，所以你講 AGS 個盛衰咧，完全係睇住個 PS 走嘅，睇住 PS 頭嚟嚇，係不過其實都最後，所以一路笑佢一個 PS game show 就咁解，係啦，去到最尾都係死嘅 ，OK， 因為嗱，去到2012年再試咗屆啦，係啦，嗱，其實佢有公布過2013年嘅資料嘅 ，plan 咗嘅 ，plan 曬 ，plan 咗嘅，但係搞唔成。是啦，一二年 last 嗰季啦，咁啊呢邊啦，嗰季係最神奇嘅，其實 EGS 成個架構去睇，發生咩事咧？嗰季最多冇唔關 game 事嘅嘢，因為其實大家睇到成件事冧啦嘛，唔知冧啊，就由出事啊，嗰季 game 廠唔多 ，game 公司唔多。相關團體都少了，包括其實要講咩團體呢，其實所謂的開發者協會啦，其實最常講的開發者協會就是 GDA。 那我屆呢其實有請國際那個的，即是 IGDA 來的，誰知道呢人就不到，那個 proof 就開了，吉在這裡。另外他為了我是要追人頭啊，即係衝翻個入場數。佢多咗個區，多咗兩個區，都係貨女仔嘅。一個區同你講化妝，同你講 fashion。啊、哦，我記得，好煩。我哋 cosplay 可以免費化妝啊。係。係啊，好記得呢一檔。係。點解我仲點解我記得呢個區咧？係。我啲 friend 又擺檔。竟然係咁 ，OK。我啲 friend 喺呢度擺檔，我拗曬頭去到，喂，點解你喺度啊？咁樣，哈哈，係，我真係咁問過，點解你喺度？早幾年萬劫都好似有。跟住佢係好直接了當，因為大家都係同行啊，咁咪梗係答我背後啲嘢啦。明解嘅，明解嘅，背後啲嘢啦。咁嗰屆係最唔似 AGS 嘅 AGS 嘅，你覺得係一個有機打嘅嘉年華啫？是真的，其實那時候的勢呢，
擺遊戲咧，已經去翻動漫節啦。係啦，咁啊，佢嗰邊立翻啲嘢嘛，開始。係啦，係啦，因為啲Game One 嗰扎手遊廠轉咗營造手遊廠啦，咁嗰扎就去曬，其實都去得嘅都去咗動漫節㗎啦。係啦，一幾年嗰扎啲game 公司全部過翻去漫節㗎啦。除非仲係做緊有本身有家用機嚇，咁家用機 game 差唔多，差唔多一年左右啦。佢哋改名叫做電玩動漫節啊嘛，動漫電玩節，動漫電玩節咯。啊，係啦，咁就係嗰期開始啦。跟住再加上啦 ，C3 入嚟啦 ，C3 啦，係啦。咁其實亞洲遊戲展係好難踩嘅。OK， 因為八個翻嚟，其實十年。十屆啦 ，AGS 搞咗十屆係冇賺過錢嘅。OK， 係冇賺過錢嘅。好啦，咁啊，主辦商係冇賺過錢嘅。嚇，所以其實呢件事都蝕得好辛苦。蝕足十年大佬，真係蝕得好辛苦。其實佢唔應該蝕咁多嘅，講真。啊，其實你以翻佢嘅規模啊，其實佢應該係靚過萬字。靚過。佢係靚過萬字。件事好睇過萬字。嚇！但係揾唔翻咯。冇辦法。你又要請翻一堆明星上嚟嘅問題就係，你啲 cos 貴啊，大佬。貴啊 ，costume 貴。你唔係你成件 character 貴，你成件事個 cost 高啊。係啦，做你期期廣告都係呢個 CG 動畫廣告，你點玩啊 ？CG 又睇你揾咩公司做嘅啫，可以平嘅，但係你請個質素嗰期都唔平噶。唔係你始終真嘅，你請個代言翻嚟。啊！嗰度係錢嚟嘅，嗰嚿錢貴啊！嗰個代言幾奀都好，都係錢嚟嘅。冇錯，所以仲要期期貴咯、啊。你咪講笑。你最緊要係呢，即係 AGS 十屆，九個代言人，嗰九個都係貴嘢嚟嘅，大佬。我識我識，堅抽恐怖啊！冇辦法啦，不過真係。咁啊，你見住佢輕衰啦。咁啊，之後啦，中間咁其實 C3 入咗嚟啦。係。係啦，喺呢個2009年開始。C3就2009年打正排頭係咩咧？日本過嚟嘅。日本過嚟先喺九點擺。日本過嚟嘅嘢。嚇！你先喺九點擺第一期試水温，2009年擺。嗯。仲要喺呢個復活節左右期，四月尾都擺。係啦 ，C3 喺四月尾到擺，咁就嗰陣時啦，都仲係叫做 C3 HK 日本動漫電玩啦。啊，佢最趴街嘅嘢，佢就係擺機部劇本仔嘅嘢。嗯，呢樣先大喎，仲要話俾你知，其實係鬼死咁易夾㗎，睇下你用唔用腦嘅啫。我全部都夾到一件翻嚟㗎。有得夾，有得夾，真係有得夾。只要有得夾，唔係齋擺。冇錯。其實用腦就係包夾到一次 rap， 即係堅抽一次 rap， 唔係講笑。好啦，咁佢試完呢陣水啦，隔咗一年，一年正職會展，去會展啦，係啦，一年去會展啦。其實講真，佢呢個期開始，佢正職去擺三月頭，係佢正職去擺三月頭嗰期，咁啊啱啱叫做春季開始啦，二尾三頭咯。啊，二尾三頭啦，差唔多。其實主要都係擺三月，我見佢都係擺三月左右嘅啫。OK， 好啦，跟住之後佢係咁樣搞啦，呢個 C3 繼續 run 佢要 run 嘅嘢。日本嘅動漫啊、資訊啊、成日 credit card 都已經去咗呢一邊啦。所以你會見到頭嗰幾年去到2012年開始啦。點解 AGS 咁得？然之後你再睇翻2013年嘅漫展，唔係2013年嘅 C3， 你就會知得到點解上一年。佢會得成咁啦，合理嘅合理嘅。一來AGS 拉屎嗰屆佢 call 唔到人嚟，之餘 C3 唔好話流，唔好話係咪流曬去 C3 啦，其實都唔係，都唔完全係。而 C3 始終係佢有日本嗰邊打底，係啊。咁日本嗰邊打底其實嚟去嗰扎人嘅啫嘛，嗰扎公司嘅啫嘛。係啊，咁你。主要公司直接過嚟，咁咪照過嚟啫嘛。Sony 照搬，唔係Bandai照搬好多嘢過嚟嘅啫嘛。
你正式一一年嗰屆 Bandai 搬嗰扎嘢都唔知幾誇張啊 ！Bandai Sunrise 嚟去嗰堆都係嗰堆嘢嘅啫嘛，只不過每年 update 啫嘛，夠啦，但係夠死啦都。夠夠誇張啦，又係相比翻動漫節嚟講，哇！呢單嘢又係不得了。夠做啦。係啦，佢又係擺明打正旗號打動漫節，不過唔好彩，你冬季嗰期就俾呢個 AGS 攞咗，咁佢冇得上噶嘛，上唔到咁冇辦法啦，係咪先？喲。咁啊，佢焗住擺啦，二月尾三月頭嗰期啦，咁就擺擺一擺就擺到去呢個一四年。一四年發生咩事呢？日本嗰邊正式講緊去搞呢個 cosplay 高峰會。係啊。係啦，咁直接有呢個香港區選拔賽。因為 cosplay 高峰會正式去落翻去一啲大 event 做一個選拔。是因為 cosplay 高峰會在一四年之前已經有了，是但是一四年之前去高峰會那班人是怎樣找出來的呢？是沒人知道的，他自己官方公布是沒人知道的，其實都是看一些 官方的東西，是這個你沒有一個很 明確或者大家很清晰的一個選秀，是而一四年就正叫做說有一個比賽，世界性的，世界各地的 Comic Con 啊、Any Con 啊，所有動漫關係的 event， 其中一個係講明的，其中一個嘅啫，睇下你每年得到啦。每年世界各地的動漫本身的動漫展 ，local 嘅動漫展，其中一個會搞 cosplay 比賽去做呢個選拔。嗯。去呢個 cosplay 高峰會，係啦，就一四年開始嘅，咁就一搞搞咗幾年啦，係，係啦，咁啊呢個圖啦，直至到上年啦，正式改名叫呢個 C3AFA 啦，係啦，咁啊 AFA 點解咧 ？AFA 係馬來西亞嘅動漫展，嚇，咁誒一八年 CV 嗰陣時佢有解嘅，就係。呢屆開始同嗰邊合作，係啦，將嗰邊嘅嘢拎過嚟，所以其實香港都係耷耷地。係，你話耷又好，你話再搞大佢都好，因為 CV 香港咁多年你都見嘅，其實 CV 香港主力做嘅嘢都係日本嘢。係啦，你係睇唔到意外嘅，其實睇唔到意外嘅嘢嘅。嗯。甚至近呢一期開始有翻啲。香港嘢翻翻嚟，有啲香港嘢啦，或者係調翻轉，唔好話香唔香港啦。其實嗰幾年見噶，呢個唔係日本，唔係單純日本嘢啦，而係日本對海外嘅嘢應該話係，因為有一兩年你見到係有扎英文噶嘛，係啊係啊，英文 proof 不東東嚟噶。其實嗰啲係咩咧？認可。官方認可，日本做曬認可，有曬 license 喺海外做 streaming 嘅網站，嗯、收錢嘅。OK， 咁其實等同阿某某嘅啫，等同嗰幾間嘅啫，只不過係收錢同埋官方認可嘅。嗯，咁做嚟做宣傳，咁尤其 IMA 做先得啦，嗰幾年啦，嗰兩年啦，咁你一路做宣傳嘅。咁其實嗰陣時已經係 CV 做香港 CV 係做緊一樣咩咧？就係、是。推廣翻你班友咪撚提老翻，呢個係嘅運嘅嘅一個氣氛嘅，想做翻個係啦，成件事即係推老翻啦，甚至特登放個 post 喺度擺兩盒模型，就係咁嘅咋，擺兩盒模型。因為嗱嗰年就最明顯啦，即係擺埋模呢個假貨啦，死神高達擺咗假貨嗰計啦，擺假貨嗰計其實全世界都做緊嘢。是因為 Cool Japan 推出嚟嘅，係啦，佢要搞啊嘛，係全世界做嘅，咁係啦，即係擺一盒堅嘅，擺一盒流嘅，話俾你聽點樣分啦，其實都唔難分嘅，要分嘅基本上大家都識，要識分係分到嘅，只不過老問題係你肯唔肯去改變呢樣習慣啫，係啦，因為真係習慣嚟嘅，嚇，老翻呢家嘢唔係一個唔好話罪唔罪行，因為始終睇有冇法律去管。依家有啦。咁道德觀念上咧，其實呢家嘢只係一個壞習慣嚟嘅。
你有乜改嘅啫？所以依家咪係咁打咯。OK， 好啦，咁啊，去到即係比賽嗰啲嘢啦。OK， 咁啊，睇圖。OK， 咁啊，當然係拉翻熟悉嘅人。係啊，招嚟啦。係啦，咁啊，熟悉嘅人啦。咁機係啦，咁佢哋亦都係成為香港代表，每年啦都有一隊成為香港代表過去比賽啦。咁啊。他們這一隊其實真的不幸運的，整件事很大事的。 我再拉回日本那邊一點點，整件事很大事的，因為其實他們那一隊這一隊鋼年的評分呢，所有評判員都給好高分，除了一個給零分，整件事瀨了。所以他們為什麼第一 round 就入不了去，然後全世界有去到的人呆了。嗯，是啊是啊是啊，不可能發生的事。第一關進不到級嘛，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啊，為什麼會進不到級？好了，然後之後到最後才發覺，哦，原來是有條粉彈不鋸，所以就給零分。然後這條友聽聞都已經是被日本官方 ban 了，那沒辦法。OK， 因為始終你填比分表，你係會寫邊個比分咁樣嘅，咁啊你俾得零分，即係擺明係你噶啦，你有冇合理解釋啊？咁就算你俾到你所謂嘅合理解釋，咁對比其他評判都格格不入咁樣喎，點解會咁嘅咧？唔係好明顯嚇，好明顯個評分唔合理咯。係啦。咁就所以成件事公正咯，當然你人評分點都未必話完全公正到嘅，大佬，喂個個肯俾分你零零四，又唔肯俾，我俾你有問題啦，大佬。係啦，所以成件事就出曬事啦。咁呢幾年啦，聽聞日本好似為咗補償翻佢哋兩件友啦，呢幾年都會煩佢哋過去做嘉賓噶啦，包括上年呢次，上年啦，啱啱一八年啦。已經捉了他們兩個上去做嘉賓啦，包機直情是上台表演唱埋歌啦，係啦，咁就擺明日本官方係補償翻俾佢哋噶啦，成件事咁樣咁啊 ，VIP 咗噶啦，所以話係應該係 VIP 咗噶啦。嗱，我唔知成件事點玩啦，總之成件事就咁樣 run 咗嚟啦。可能未來今年啦、下年啦，都會繼續煩佢哋兩個噶啦，如無意外啊。嗯 ，OK， 咁啊都。因禍得福的，叫做可能有些多些的方向走咯，是啊，可能真的欠他們一份補償這樣，沒辦法欠他們，就我可能這樣想啦，我不知道大會怎麼說，其實這些我都是經很多地方聽回來再組合出來才會有這樣的答案的，即是對我來說 OK， 可能是假的，未定的吹水嘅啫，我係假到未頂噶。OK， 咁我係經過各方面嘅得知嘅資訊去收翻翻嚟。但係佢兩個第一輪出唔到線係真嘅。係啦，呢單嘢嚇。係啊，所以全世界都嚇一嚇嘅。OK， 係真嘢。好啦，咁啊，基本上啦，成件事 C 三立咗呢件事之後咧，咁其實萬字係冇行噶啦。係。係啊，繼續玩翻佢哋嘅香港自己維威維動萬字比賽。係。係啦，咁啊，另外一個 level 咧已經變咗，我哋已經。cosplay 已經分到層次了，哦，玩住萬字先 ，OK 嘅上 C 三啦，就係咁啦，係啦，香港自己 cosplay 已經咁樣分啦 ，OK， 好啦，咁啊睇圖啦，好啦，咁啊頭先講過啦，長期合作夥伴啦 ，idol 啦，係啦，咁其實唔止佢一個嘅，另外啦，Jim Paul 啦 ，Jim Paul 姐啦，都係夾。叫做即係咪 keep 住嚟啦？叫做 keep 住嚟啦，就算唔係全世界嚟曬咧，基本上都會嚟幾個咁樣嘅。咁啊，遠山啦，遠山，影山，影山啊，影山啦，遠藤啦 ，sorry 啊，影山啦，遠藤啦，基本上都好常見到啊嗰期。近兩屆未必佢，反而近呢幾屆呢兩三屆就冇見過佢。因為嗱，以往應該2013-2014年打後咧，其實 Jam Project 嚟親 CV 咧就夾住一個 Jam Project 嘅演唱會嘅，係潮流腳嘅，係
所以做埋宣傳嘅。咁係順手做宣傳嘅。係啊，順手做宣傳。咁變成咧嗰陣時 ，Jam 嚟 C Three 個舞台咧就未齊都一半嘅啦。嚟三四個，三個。唔齊都大半。基本上三個度，一唔齊都一半。係啦，再立個另外一位。係啦，咁但係因為呢兩年冇咗啊，冇咗 Jam Project 個演唱會啊。係啦，變咗就唔會少報道啊，即係少之餘係 C Three 個舞台未必齊腳咯。嗯，但係都唔止 Jam Pro 佢哋啦，咁其實基本都請咗好多大牌上嚟啦，米倉啦，係石川啦，係中島愛啦，粒中島愛係呢個 Marcos 果期啦，係啊 F 果期啦，咁啊起多收皮。收平有嚟過啦，你估唔到收平會請到嚟嗰期，係啊嗰期收平你估唔到會請到嚟，好啦，基本上連團佢啦 ，SKE 都請到啦，四廿八啦，係女團啦，女團嚟啦，基本上都因為女團好多好多好多，唔係 CP 同女團嘅關係其實好明顯嘅，嚇AKB 嚟唔到香港啫，係啊上年有奶板，但係奶板啦 SKE 啊都嚟過，嚇。其實個女團同 CV 個關係就越嚟越密切嘅，睇到係啦，應該今年都唔會應該走唔甩嘅，走唔甩㗎。不過爭在唔知邊團啫，邊塊板定邊個 B 嘅啫，唔知啊，可能唔知四廿幾咧，真係唔知啦。四廿八定四廿六嘅啫，係啦。咁啊，未嚟過啦，確都嚟埋啦。咁確都確嚟嗰期就啱啱香港上映緊呢個《旋風管家》啦。《旋風管》咯。係啦，咁直接唱 opening 啦，吳世光又係癲咗嘅。OK， 咁啊，基本上其實C 三係可以請到各大形式嘅主要強力歌手助陣。係啦。佢請嘉賓易好多。咁冇辦法，日本本土。個底。係啊，日本本土底喎。打底呢度。係啦，咁再加上啦 ，idol 啦。嗯。idol 長期合作夥伴添啦。其實都是包冇西啦，但係比較可惜的就是佢的模式係開始似翻香港，始終佢係咪要揾錢？公式化咗啊！開始公式化咗香港的公式化咯，係係啦，似翻香港萬字咁樣啦，所以你又可能會見翻啲木棉花東流城 Kitty Club 嗰堆嘢啦，咁啊走唔甩噶啦 ，OK 好，咁啊基本上啦，香港三大 event。主要都係咁啦，佢嘅興衰去到一個沒落，其餘嗰啲我唔知啊，其餘兩個應該都冇咁快散嘅。好啦，咁啊，另外到最尾啱啱完咗嗰個啦，第一屆呢個亞里體育 VESG 嘅香港電競節，好啦，叫做香港電競節，仲要阿里唔使講阿里巴巴搞嘅，係咪馬雲搞手我唔知啊，馬雲可能俾錢嘅啫。OK， 咁啊，電競節啦，咁其實叫做喺香港終於叫盛行。其實唔係佢都唔算係第一個搞電競嘅 event。OK， 咁啊之前其實都有各大大細細嘅電競 event 啦。咁啊，官就一個啦。啊，官就一個。跟住當年阿鐘生一路都搞咗個啦。係啦，就近年冇搞啫。紅館曬死人嗰個。紅館曬死人就嗰個官嘅。啊，紅館曬死人嗰個我最憎嗰個，點解要官搞紅館？要搞曬死人，唔係紅館唔緊要咧，紅館出面啊嘛，嬲，堅嬲，去完兩個鐘頭，我融溝咗，煎肉嗰日係最熱嗰日。你擺紅館唔緊要，你擺户外啊嘛。係啊，其實紅館裏面冇得擺，點擺啊？你除咗搞比賽喺裏面之外，基本上你唔會點入去，冇辦法啊！紅館其實唔係大啊，係得個名咋。唔係紅館，嗱頭先講麥花臣。問題講麥花臣，其實紅館同麥花臣一鳩樣嘅問題咧，觀眾席你佔好多，佔好大地方，係啦，實際平地其實唔多嘅入邊，冇錯，係啦，所以佢今次醒，佢呢個博覽館搞，遠唔遠冇問題，我哋有車接送，好啦，但係最大嘅問題就係佢收費問題，最 basic 100蚊，最貴嗰日150蚊，仲要第一次搞。有人現場去買票，但係唔知喺邊度買票。原來買票就要簽呢樣簽嗰樣咧，揾呢個揾嗰個先至可以買到張票。仲要好似話冇現金交易，要落卡。總之亂糟糟啦。係啦，總之第一屆就咁樣搞，然後就落幕。再加上裡面啦，cosplay 比賽呢樣嘢，其實唔搞喎，搞認真。
在香港，我曾經跟我朋友說過，香港搞 cosplay 比賽是一種很戇鳩的方向的。好了，關於香港 cosplay 比賽的起源、因由、段落，我再找一集再說，因為這件事實在太過複雜，我不會找其他人來說，我自己說的這件事，我免得拉其他人落水，有什麼事插我啦cosplay 這件事。 OK， 好了，那亞歷斯玉節，那電競節叫做香港啱啱起步了一兩年咁樣，叫做因為多謝佢啦，叫做再響啲添嘅。如無意外咧，今年2019年咧佢都會繼續搞噶啦。但係經過上年啱啱完咗個零月啦，仍然都俾人炒緊，成單嘢係俾人兜啊，兜住嚟鬧啊。睇下佢2019年會點樣去搞成件事啦。OK， 但願就門票唔好咁貴啦，亦都搞翻好啲水準嘢咁樣啦。不要搞到咁癲啦，真係。冇冇白痴咗。係啦，成件事鳩嘅，係咪啊 ，Kiss？ OK， 好啦，嚟翻呢個大畫面啦，唔該台長。好啦，咁啊呢個2019年嘅開頭啦，我真啲仲想講2018年，慣咗，即係慣咗成年，好難，未適應翻改。OK， 咁啊2019年開頭啦，咁同大家温故一下究竟呢三大 event 夾埋後面呢一個啊。三條影隔離，係隔離，係隔離嗰個，咁就回顧一下佢哋嘅興衰史咁樣嘅。好啦，咁叫做大家清晰翻究竟咩啊？阿里體育再打上去全球賽，冇關係，真係冇關係。呢件事再講啦，再睇啦成件事。其實講真，所謂嘅全球賽咧，唔一定係佢話打唔打上去嘅。基本上很多全球賽咧，好似七賴啊、波仔嗰啲，自己報名，自己去打。嗱，全球賽要睇嘅電競啊，睇你咩 title， 即係咩 game 啦。有啲 game 咧就需要講鳩嚟嘅。個鳩嚟係咩意思咧？佢求其揾幾個地區賽打咗個冠軍，就當你係噶啦。係啦，就俾你入去噶啦。問題你有冇可能傾到一個地區賽翻嚟咧？呢樣一個問題喎，咁亞歷本身有啊嘛，亞歷本身有啫，萬智亦都，你估佢唔會爭上亞歷啊嘛？呢啲就所以背後好多點解你見嘅香港真係搞電競嗰幾個嚇，亞歷啦，香港電競節啦，係中山嗰個唔搞啦，所以算啦，完咗噶啦，係啦，咁你呢兩個節你望一望。他打的 game， 他做的 game，其實看到的，因為香港電影節，香港電影節講到明的了，是 CTP， 是 Capcom World Tour， 冠證了的了，即是你要打街霸證明是他的了，一定是他的了，是的，傾的了，是的，那阿里，你見是 CS， 我沒錯是 CS 哦，Glass Right。幾隻 FPS 啦 ？CSO 啊？定 O 啊 ？O 嚟 ，O 嚟 ，O 定高 ？O 嚟嘅 ，O 定高啊 ？O 啊？我冇錯 ，O 嚟嘅。阿里嗰邊咧，其實幾隻都係啲主要都係 FPS 嚇。咁而 FPS 嗰堆所謂世界賽咧，即係揾個遞個名上去啫，揾人真係鳩咁嚟。那個營受性相對是在頭獎眼中啦，你說說營受性 EVO 是緊的啦，是 EVO 緊的，是 CPT 緊的，跟住你不計格鬥 game， 因為格鬥 game 來去都一定關翻間廠事 ，OK， 你冇得走，冇啊，冇得走啊，格 game 嘅所有世界賽全部關翻廠事嘅，even 到 evil 都好，係。咁你其他遊戲其實真係講認受性咧，我諗呢一隻你估我唔到嘅，唔係啊，我有係 Way of Tank。唔好講笑，呢隻全球玩家最多過 LOL 嘅，其實人數唔緊要。Well of Tank 個世界賽嘅認受性，我相信點都好過 LOL。一定係啦，唔係話出唔出名問題，唔理邊個強唔強都好，咁始終人哋搞嘅歷史啊，
因為是原廠搞啊，真係原廠搞，同埋佢嘅歷史其實搞耐啲嘅。原廠搞之餘，睇到佢肯抌嘅資源，抌嘅技術，所有做嘅嘢都唔係其他現存電競 game 輕易去到嘅水平嚟嘅。嚇嚇嚇！真嘅 ，CPT 都未必得。另外一樣嘢嚟嘅，唔係 CPT， 因為玩得耐啦嘛，咁多年。Kevin Tua 玩咁多年啊嘛，跟住、固定咗啦嘛啲嘢，即係 fix 好多嘢係可以，唔好話 hea 咗佢啦，而係你習慣咗就算啦嘛， okay. 照去啫嘛啲嘢。但係 Well of Ten 嘅世界賽，我睇舊年嗰次，舊年嗰次係特登去到，唔係話淨係搞比賽喎，佢仲要真係做埋一個展覽俾你喎。啊因為佢喺一個戰爭博物館隔離喎，大佬，即挖緊嚟啦！你揾人做啊？一個戰爭博物館隔離搞喎，嚇嚇！即係當然你話嗱，論錢咧，論錢冇得輸咧，嗰個叫 Dota DOTA。錢嘅話就咁嘅，因為 Dota 就講咗好多年噶啦 ，Dota Two，Dota Two 個獎金點嚟啫？自己俾噶嘛？夠啊 ！Dota Two 個七，唔係收幾多問題啊？Dota 2個世界賽你點參加啊？你自己買個參賽權噶嘛？跟住去比賽，你買個報名權參賽噶嘛係？跟住買完之後贏。佢係靠嗰嚿，佢係靠你每個人嘅報名費去籌嗰個鋪噶嘛？但係佢自己都賺唔少喎、哦。喂，每年2億鋪，2億喎、哦。啊，幾大啊？2億美金喎、哦。佢攞少少出嚟嘅喎，依家。2億美金喎、哦，淨係個鋪喎、哦。我理佢美金定係印尼盾啦、啊。你估少啊嗰度？OK。香港有啲細比賽係咯，係啊係啊，打完之後去到青島打亞洲嚇、啊，所以其實阿李就真係算啦。阿李要真係俾時間佢咯，如果佢真係想搞，係啦。如果你肯搞得靚嘅話，都要俾時間佢搞啊。如果你搞唔靚嘅話，咁就我覺得都係昆水多嘅睇個樣。係啦，所以唔知阿李真係要睇到下一年咩情況先啦。睇埋今年年尾，睇下佢係咪真係會搞呢個情況之下，聽聞佢就會繼續搞嘅。照計會繼續嘅。係啦，咁就一年又搞一年走咗去嘅。唔知啊，唔知咩情況啦。馬雲都退休啦，我唔知啊。真係唔知㗎，鬼知啊！可能發覺冇得搞咧。咁始終佢個場唔係話唔係話近啊，唔係會展啊。你要去到摩尼公園，即係差唔多你要走去搭飛機咁樣喎。班啊！follow 自己拎嚿錢其實唔多噶，真噶真噶，所以好細噶咋。因為報名雖然話先講有報名權，你買報名權，但係報名權嗰個月貨金嗰個貨金 pad 咧係有分大中細噶。係啊，所以你落注買幾多，你先有幾多噶，兩件事嘅唔同嘅。即係調翻轉，你係貨夠錢去貨自己將來個獎金噶。係 ，OK。算啦，哦，算啦，四所謂嘅世界賽，背後做得幾爛就大家心照啊！你有啲係啦，即係我冇話邊個做唔做爛，始終第一次啦。其實就唔夠專業，始終真係唔夠專業。真啦，嚇咁啊！睇下之後呢幾年，睇下今年先啦，唔好話呢幾年，睇下今年阿里點搞先啦。即係話唔會，如果亞洲遊戲展當初捱得到今時今日咧。他就一定不會死，是不是這樣啊，台長？不是，會。咦？都是會死。都是會死。都是會死。捱不到電競啊？捱不到。哦，那沒辦法。因為沒有。嗯？因為我問AGS的思維下擺不下電競。AGS？ 那陣時是的。他的思維下擺不下電競，你見，你認真真的有去幾屆的，都見有幾可真的搞比賽啊。哦、真的搞不到。就算是高達大賽都是 C 三，咪咯。上年高達大賽上年高達大賽 C 三啦，嚇！之前動漫節啲表演賽啦，係啦，咁都佢都攬唔到過嚟，啊！冇辦法啦，咁講真，係啊，一定係貨金噶啦，怪啦，唔貨金佢點樣揾食啊？佢都要養員工嘅。緊㗎啦！你任何一間公司都係貨金㗎啦，乖，放心，玩手遊都貨唔少啦。如果唔係，我點樣養間公司開第二隻 game 俾我哋繼續玩啊 ？L O L 都係貨金玩㗎啦，
唔貨金你點樣買國啊？你點樣買衫啊？係咪先？緊局㗎啦，呢樣嘢走唔甩㗎啦。OK， 好啦，咁啊都係嗰句啦，睇下阿里啦會唔會成為香港第四個 event 咁樣啦。咁啊，係啦，都係咁樣望嘅，睇下今年咩情況啦。好啦，咁啊 ，C 三又差唔多到啦，咁啊，所有 cosplayer 都準備啦，盛裝待發㗎啦，開始。咁啊，啱啱廣州圓桌蟲就完咗啦，咁就準備嚟緊咧，就一月 event 啦，城大呢個唔係秋季，係冬季啦，冬季嚟緊啦。咁冬季其實我都好煩。秋季擺到變冬季啦，冇辦法。咁啊，之前話請佢哋上嚟傾偈嘅，咁啊。問完之後，咁都好忙啊！過咗先啦，冇一個人都搞得掂啊！咁係啦，過咗先啦，過咗之後再回顧，喂，究竟呢個係你哋想點玩咁樣 ？OK， 好啦，咁啊，今日摘條吹就係咁多，新一年祝大家一個新年快樂啊！咁啊，下個禮拜再見，拜拜。